真的吗？好。哦，那像现在空气了。对啊，今天很时髦。旁边两位觉得他今天造型很时髦，这是我认识他到现在最时髦的一天了吧？哎，最有自信、最时髦的一天，也是他最紧张的一天。对，我觉得很帅啊，非常帅，就是跟他平常不太一样。他平常比较就是那种街头感，我说街头是潮流，对，然后今天就很像不开心。对，不是不是，是潮流感这样。然后今天很正式。那凯，你觉得今天那个春哥的帅是在排行到第几位？第几名吗？整个红毯。整个红第二或三二吧。那第一是谁？张翰。没有啦，没有，杀。因为你之前是经历过新人奖啊，你有没有给春哥什么建议？就等一下颁奖的时候，这个脸部表情。我没办法给，因为我每次都管理不好我的表情啊。我每一年都很想拿，所以没有球的时候，我都脸都超丑。想拿都写在脸上。对，我就很傲慢，所以我都没办法教他，因为我控制不了我的表情，就做自己，可以直接就不开心的走。团员们有没有给你什么加油的鼓励？没有，我们金曲又共估两次了，没差。有没有都没差。他